他就是他内建自己有一个兽灵，我已经关了。哎，我现在讲话看到吗？今天要来给你们抽，给你们买的礼物好不好？给你们买了一些，还要给买了明信片，然后抽，然后可以写给你们三张，然后跟买了一个这个幸运小物吧。好热，你们知道我现在已经快流汗了，各位。因为我现在是面对一个阳光，给你们看一下，他带你们走一下。我现在在29楼，好亮，看得到吗？是不是有点曝光？哎呀，我们直播大概一个小时吧，因为等会还要出去拍东西呢，等会还要出去拍东西。一片惨白吗？对，我不能到窗户那边，因为我如果到窗户那边的话，我基本上是你们那个就你们懂，整个就曝光了。我刚才一直在找一个位置播，昨天我看到立婉老师走秀了，有，我看到他走秀了，他昨天第几个走出来我有点忘了，然后他就有走出来，对。我在拍探秀的时候，我手机里面还有拍到呢。我看了两个秀，你们比较喜欢哪一套 look 啊？自己偏向哪一套？哦，眼睛好红啊！天哪，昨天睡的有点少。今天的那套是哪一套？第一个就是第一场秀，对吧？你们偏向于那个风格是吧？宝宝喜欢这个是 80s 吗？要不要给我介绍一下？我是不是已经 old fashion？今天的有钉钉，我两天都有钉，我两场都有那个没钉啊，两场都有，在这个位置。对，没钉打菜没有，那个没钉并不是真的没钉，那个是用贴的，对，那个是用贴的，但是不是很像真的？OK 吗？美丁觉得怎么样？我这边批发了好几片呢。之后拍，我拍，因为我明天要拍杂志，然后拍的时候我们也会用到。对，然后索性就在走秀的时候把它用了一下，非常 nice。喝什么？我喝了气泡水，配上橙汁。对，我们今天要抽，跟大家再讲一下，看有人刚才进来好不好，就是我们今天要抽，就是我昨天呢，我们在我们家楼下附近买了三张明信片，你看这个，然后还有这个，然后后面呢会写东西，看你们想写啥吧，对，抽到的人看想写啥，然后再签一下，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就是上面写了一个 Paris， 就浪漫一点吧，四个好不好？等会我们就来抽，因为我们其实直播时间不长，因为等会还要出去拍东西。但好在巴黎的白天其实很长，白天的巴黎的白天非常的长，所以其实我们就拍摄的还好，也没那么赶。
哦哦，忘记跟你们讲，我不是说我群里不是放了一个挂件吗？后来我们没有选择挂件，后来看到这个东西觉得好像更好，我们就选了这个，感觉这个感觉更那个。喜欢挂件吗？如果喜欢挂件的话，我们可以今天再去买。哦，这是个灯，这个不是灯哎，这个就是就摆着的东西吧。你们会比较喜欢哪一个东西啊？挂件吗？那我们今天再去搞个挂件呗，就直接把挂件跟某一张明信片当成一个礼物抽出去。我这边现在几点？我这边现在是1:40，13:40，我跟你们应该差6个小时的时差。哪一个角度你们比较方便看？这个他们这个自己开的这个瘦脸的，吃蜗牛吗？我没还没吃，我这几天其实都吃鸡腿，我都吃鸡腿居多，补充蛋白质，你知道像我这种。就是以补充蛋白质为主。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是在15、16区的一个像交接处吧，然后离我们看秀的地方非常近。我们去看秀的地方大概只要，它第一场秀我们看那个红城王的秀，第一场大概只要10几分钟就到了。为了保持也有一点吧，对，因为我明天要拍至少1、2、3、4，至少拍5套衣服，对，啊，当然是尽量还是瘦一点好，你知道吗？对，但是我吃的那个鸡腿其实有点咸，也是很容易水肿。奇怪，怎么感觉是因为这个地方光线好吗？怎么感觉又看起来更瘦？你听说有点臭，我倒没有感觉臭，但我反而觉得就是巴黎这边的人，我感觉都还蛮香的，就是有时候因为秀场很挤嘛，然后大家身上都还蛮香的，就感觉他们有一些自己的，他们可能习惯的一种香水的风格吧，我也不知道，或者是芳香剂之类的，我也不确定，然后就是很有一种味道，我觉得是香的，对。这边还买了全麦面包，怎么样嘛？最近在干嘛嘛？我是不是很久没直播？其实我感觉我有一阵子没发微博了，但这几次会发的比较勤。今天也会拍一些之后新歌的物料啊什么的。哎，我上一次来巴黎的时候好像只有看一场秀，这次是我第一次在巴黎连看两场秀。对，巴黎好吃吗？我们应该拍完之后会去吃点东西，吃点美食。我这几天其实都吃一样东西，不瞒你们讲，我一直吃那个鸡腿，对，然后还有鸡腿跟土豆还有萝卜，然后配上那个叫什么全麦面包，我一直是这个。你还记得 Span 的 MV？ 我记得啊，因为我有点在想要拍别的画面来发，就把那个 MV 加一点线，因为最近又有一点忙。对，你们也看到有3首歌现在在网络上，但那不是最终版本，我还会替换音乐。对，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去宣发，然后后面呢我会去宣发这些歌曲。
出去兜风，他笑着说，嗯，那个帐篷就是你用的，甩开的锁骨绿，一起过了万奈。塞纳河，有我们这边离塞纳河就很近啊。啊，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在外面走边走路啊，不行，我们在外面直播应该网络会很差，就算我开了漫游，网络应该很差。其实在问我一直没有，其实那个周末明星的开头现在不是对的，其实是另外一个，其实我可以给你们放周末明星的开头，你们现在那个并不是最终的版本，我周末明星的开头版本其实是我特别喜欢这个开头，给你们听一下真正周末明星的开头，你们现在听的那个呢其实是我 demo 的开头。嗯，好，谢谢朋友，谢谢。哎，我回来了，你刚刚说什么？听到吗？我刚刚跟你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平常真的，这是我一个朋友的声音，采样他的声音。周末约他出去，我都吓到，整个人又是。有新的发型，配新的 shirt， 新的裤子加新的 shirt。你说，我有一个。嗯，好，谢谢朋友，谢谢。哎，我回来了，你刚刚说什么？没有，我刚刚跟你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平常真的。啊，你们觉得 demo 的更好玩吗？周末约他出去，我都吓到，整个人又是。对，这是我一个主播的朋友，然后他是我老乡嘛，然后他是台湾嘛，然后他的这个声音特别的代表家乡，我很喜欢。你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平常真的超忙，他可以在外面每天都可以准时下班，整个人又是。对，这是我一个主播的朋友，然后他是我老乡嘛，台湾嘛，然后他的这个声音特别的代表家乡，我觉得很有意思。嗯，好，谢谢朋友，谢谢。哎，我回来了，你刚换掉了吗？已经换掉了是吗？我刚刚跟你说，我有个朋友，他平常真的已经是现在这个版本了是吗？在周末约他出去，我都吓到，整个人又是。有新的发型，配新的 shirt， 新的裤子加新的 shirt， 有新的香皂，新的 dirt， 从头到尾都是新的 fur， 像 M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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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s， 全部都像 M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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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s。周一到周五长得可以穿，周末蓝天发浪往头上摸，去网红姐姐大卡车门上旅游，跟谁的露天穿越随便上桌，把脚步放慢像水里漫步，我可以耍一整天特别红书，有那句健身房的个八块的 food， I do what I want， do what I want to do。 No， 老板 at 我 so sorry my girl， 陪着大哥对大家周末明星，周末不送了谁都不爱超过。新的发型配新的 shirt， 新的裤子加新的 shirt， 有新的香皂新的 dirt， 从头到尾都是新的 fur， 像 M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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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s， 周末就像 M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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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s。你们是周末明星吗？你们周末，你们是我有我会写这个，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真的。平时还蛮邋遢的，真的非常不爱洗头啊，然后看他每次出门的照片都很漂亮很好看，然后我就有灵感写这首歌周末明星。好，谢谢朋友，谢谢。我自己吗？我自己可能平时在家里可能也是，谁的家里会那么精致啊。原版的是原版的在哪里？我来看一下。哦，原版的是原版的这个。好，谢谢朋友，谢谢。哎，我回来了，你刚刚说什么？我说我有一个朋友，平时上班就很邋遢，就很邋遢，但周末出去玩，整个人就不一样，整个人就是。要新的发型配新的 shirt， 新的裤子加新的 shirt， 要新的香皂新的 dirt， 从头到尾都是新的 fur， 像 M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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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s。就很邋遢，就很邋遢。你刚刚说什么？我说我有一个朋友，平时上班就很邋遢，就很邋遢，但周末出去玩，整个人就不一样，整个人就是。要新的发型配新的 shirt， 新的裤子加新的 shirt。对，原版其实就是我原本想像 demo 说，就是有点像营销号的感觉。对，我就是也是想到营销号都会有这种讲话，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我把它放进来。但我觉得我朋友的那个台湾腔也很好笑。你知道吗？就是我整个吓到哎、欸，我整个吓到，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也蛮好笑的。其实也可以两个版本都发，到时候也可以看，反正就都在网络上。
都有档案，我看一下啊。啊，坠入，我自己很喜欢坠入这首歌。对，帮我复习了一下，帮我复习了一下台湾腔，你知道吗？真的是哎，真的，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还有什么？这很夸张哎。啊，对。其实我有点想要把周末明星就用手机拍一个直立式的 MV， 我觉得比较适合这首歌。就这首歌很适合比较生活一点的感觉。到时候你们也来拍，等到开始宣发的时候你们也来拍。拍你们的那个平日跟出门的差别。看一下你们平时多精致。好期待哦！这是台湾腔吗？好期待哦！是这样吗？因为还没开始宣发，因为这些歌到时候会空，还有很多海外平台要同步上线。我们来，现在第一波这个抽奖，好不好？哎姐，他们好像有，你觉得要再搞一个那个吗？好像他们在说这个要搞一个吗？啊，干嘛？好啊，我们先搞这个呗。他们要钥匙圈子啊，然后再去买一个。对啊，先搞一个吧，我们先抽这个明信片吧，好不好？这边有三张，然后抽到的人就直接就是那个会在上面写你写一些东西有没有？你看你要先写，对啊，还得请明信片。就有点蛮有意义的吧，我觉得就有点意义。我来想一下，我们直接来倒数吧。给我一只手机好不好？我可以直接拍，随便给我一只，直接用相机来。好 ，OK， 来了各位，我们现在直接来倒数吧，三二一，好吧，我们来倒数，我想要讲什么呢？来讲对，手写信，好，我们打这个天天事事顺心，天天开心吧，好不好？祝大家就是祝福每个直播间的人，好不好？事事顺心，天天开心。对啊，我们还有好几个抽的，还有好几个。第一个好不好？你们就打事事顺心，天天开心。天啊，我好像个老人。对对对，反正就是祝福你们嘛，好不好？那来吧，刷起来吧，我们刷个几秒钟，我们来倒数，抽这个卡片，然后2000给你们。这眼睛怎么这么红啊？来了，我来了。刚刚我点的眼药水。10 9 8 7 6 5 4 3 2 1。好了。哎，这个是不是中过啊？我记得你好像中过奖，你也太幸运了吧。我们现在有四个礼物，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先公布一下第一个人，好不好？为什么觉得你中过奖？你是不是中过奖？
重点说没有是吗？重点是你的名字很好笑，你的名字跟我们现在的话可以连在一起，就是你的中奖的人叫做什么都会过去的哦，然后就什么都会过去的哦，事事顺心，天天开心。他好像没有中过奖。我怎么记得你中过奖？你是不是中过奖？上一次是？快说没有，快说没有。是你。是你的名字是成为一句话，什么都会过去的哦，事事顺心，天天开心，恭喜你好不好？好不好？啊，我们恭喜。这个什么都会过去的呀，事事顺心，天天开心，恭喜你。那就这张好不好？这个在上面，我们就随机的第一张。然后你看你要写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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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写什么？你可以在我们现在没笔啊，我们现在没笔，不然我其实可以现在写。我们现在没笔，我们现在没笔，但是我们有眉笔。我们没笔，但是我们眉笔 ，wordplay。我们现在没笔，但是我们有眉笔 ，maybe 我们可以用眉笔来取代眉笔这件事情。我没哭，我是刚刚点的那个。我们现在眉笔，可是我们有眉笔 ，maybe 我们可以用眉笔来取代现在这个眉笔的事情事件。那什么，眼线笔，眼线笔会不会掉？不会掉。好，你要那眼线笔还能用吗？没关系啊。那我们用眼线笔写啊，好不好？算了，眼线笔不会掉，会不会糊掉？不会啊。你是油性还是水性？眼线笔当然是防水的啊。我不知道，算了，我们自己在。他要写，就是那个。在现场写好像蛮有意思的哦。那是一个吧。是一个。先写一个名字在旁边呗。错了再去买。行，大不了再搞一张卡，就在我们楼下耶。你放在桌子上写。你等到 ，yes， 按掉了。你要写什么？快点，来说出来。我们这是即时连线。我不是左手写字，你们现在看的是反着的。这个是米奇写的。眼线笔，好不好？眼线笔，他的眼线笔进来支援，我自己发挥，那就是天天开心啊，是天天开心啊。那你要写什么都会过去的吗？你要试写一下。你要留的名字就是这个。GG。我不知道眼线笔到底能不能写，我不知道。可以写啊，你按在那纸上写，一定可以写、啊。我们先试一下，好不好？把它写到底可以写。绝对可以写，对啊，超好写，可以有毛笔，毛笔的有毛笔的感觉，可以，非常完美，非常完美。来，你要写啥吗？你说嘛。超浪漫。我想一句话送给你吗？那我觉得就是天天开心，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最重要。为什么放在桌子上写？我就提着写啊。哇，好久没有拿到这种像笔触像毛笔的这种东西。有尽力了，这个笔头好软，这个笔头好软啊！你放在桌子上写。我这样写了。吐签。我在问他，其实我在问他。那你要写什么呢？什么都会过去的吗？人家不要天天开心啊！你没有啊？没有天天开心吗？哎呦，真讨厌了！那我再加一句话吧。你跟我说你要什么嘛？我也。像刚才那个，如果还要想的话，我这个留言在啊，算了，你们帮留，你留言好了，你留言好，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还要抽其他的。留言在后队的后台。不要天天，你是要不写不要天天开心是吗？再加两个字吗？我刚才是看到叫我自己发挥啊，我自己发挥就是，让我写别的吗？好，那我再加一个嘛，天天开心，然后我再给你画两个钱的符号，好不好？
拿个钱的符号。这个比我，不好意思，这个比我真的能力有限，我可能再给你画一个钱的符号，好不好？好，你兔姐你要写什么？就叫什么都会过去的哦，是吗？你有没有短一点的名字？就偏向你自己本名的两个字的，好不好？那这个真的不太好写，各位，我真的就是我怕我写不好，我就能够多短就多短。佳佳是吗？哦，好的，佳佳，好名。这个笔真的是写起来触感非常奇怪。算了，我这就以前那个水性毛笔。这个是好吗 ？OK， 恭喜你了，那这个就是你的了，好吧？天天开心，然后给你一个钱的符号。一个心意好吗 ？OK， 祝你天天开心，然后，好吧？可以 spend all your money， 然后 get more money。那我们换下一个了，好吧，我们直接抽下一个呗。好，下一张。赖玉哲这几个字写的有水平，我最喜欢你这种老实的人了。我没有，我现在还在法国，我还在法国，我还在法国。这带你们去看一下，现在光没那么强了，应该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住的地方的景，好不好？看得到吗？这个怎么那么曝光啊？给你们感受一下，我的手好抖。什么？对，这是一个 Airbnb。哇，一进来这个光直接飞掉，看到了吗？妆造好漂亮，真的假的？这妆造很漂亮吗？来吧，来，我们来抽奖吧，第二个人，好不好？第二个我们刷，我们这边现在两点，我们就刷那个马上暴富，快点马上暴富，头发自己抓的，头发自己抓的，有感觉到我抓了一些不一样的风格吗？很该，完全前面没有半根毛的风格，刚好掉下来。来，马上暴富，好不好？马上暴富这个词大家应该都喜欢。看我多有心，我还特地带了一盏灯过来，带了一盏灯，不无小补啊。我们要那个，等一下啊。好，来拍照了。第二张卡，不是这张，这是别的。第三张，好，五、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没拍到，再一次哦，没拍到，十。没有按到，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来了，来了，幸运得主是有他的名字有点像是美国的
特警部队的英文字母。你看我这个脸好傻。你知道是谁吗？谁的名字有点像美国的特警部队？英文字母。有点像，就差对。啊，自己都不知道吗？是 Y 一撇 FBY， 有点像，你念起来有点像 FBI。嗯，来吧，那就恭喜你了，好不好？我们时间有点快，来不及了。恭喜你！一样好不好？你想写什么？呜呼！我先写上你的名字吧，好不好？兔签 Y 一撇，就写你现在这个名字对吗？是吗？婷婷是吗？好的，婷婷。好啊好啊，你让我想起我高中的一任女朋友，也叫婷婷。我高中的一任女朋友叫婷婷。不，她不是我前女友，她是我的第二个女朋友。我看一下啊，婷婷，我先写上你的婷婷啊。这个笔好像快没水了，刚刚在这个。这个 maybe， 看来有很多，你们知道太多。要是你们再知道这么多的话，你们全部都要离开这个直播间。你们知道太多我的秘密。哎，我这个写的不错，还有一点毛笔，有一点毛笔字的感觉。有没有？我这是写的有点毛笔字的感觉。什么？我初中还没交女朋友，我高中才交，我初中还没有那么的那个。婷婷，你要写什么？怎么要把我们的粉丝老师刺杀了呗？粉丝要刺杀是什么意思啊？找到好工作哦，这个祝你找到好工作，好不好？祝你找到好工作，一定会的。好，找到好工作。好，工作。对，没错，没错，出去就是刺杀你们。还有暴富发财，暴富发财也有吗？暴富发财也有吗？还有暴富发财是吧？找到好工作，暴富发财。好，你这野心挺大。我这字就将就好吧，我真的尽力了。暴富发财，好，那就这个了，好吧？这个碗我们要抽下一个了，我们时间实在是有限。我感觉我现在已经越来越可以理解这个眉笔哦，发财。发财还要工作吗？我喜欢你们这个感觉。好了，非常好。嗯，恭喜我们的婷婷。OK， 恭喜我们的婷婷。OK， 你这边再加一个爱心，非常好。我们来抽下一个呗，好不好 ？OK。那我来做下一个了，我们下一个来写啥呢？我们来写那个，我们来谢谢 Miki 姐，好不好？我们这次来法国这个看秀呢， Miki 姐谈的资源非常好。
可以来这边看两场秀啊，然后搞找就是吃吃喝喝的。我们来谢谢 Miggy 姐好不好？这么写，谢谢 Miggy 姐，好吧？什么叫婷婷就是不一样，就有爱心。佳佳也有爱心啊，你不要乱讲啊，佳佳有爱心，都有爱心，都有爱心。那边在那个搞分裂是不是？啊，我们那个，对对对，我们刷一下，谢谢谢谢冰姐，我们的经纪人。去打扮一下再录音。哎，还有包袱啊，你知道吗？已经是这么大个成年人，还是有包袱的、啊，大家知道。好，来，我们来那个，来拍拍那个，你们刷一下吧，让那个。New York 是这个是这个，那好吧，那我们在这个我姐的再买就好了。对啊，对啊，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熊那个，那现在筹码还是就一起收掉吧，就这个呗，好不好？再直接再搞一个。它有那个粉红色跟白色，但我觉得那所以你要抽几个啊？是五个吗？看到吗？现在是五个哦，我知道了。这个到了吗？那就五，那就直接那就是五个啦，对吧？那就抽五个啦。水晶球跟钥匙圈，两个一起啊，这两个分开吧。对啊，那就是五个啊，三张卡跟这个，那就是五个。好了，来，我还有那个来，五、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每张照片都长得超傻的。好、哦，我们恭喜这一位，这个我们就不卖关子，没时间了。琪琪，我们恭喜琪琪，好不好？琪琪耶、yeah, 底线 L， 来，你想写什么？因为我们快没时间了，恭喜你，好不好？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快哦，每次都拖拖拉拉的，这次第一次这么快讲出来。来，你想写什么呢？说出来。说出你想要的那个，对，我们现在抽的是我，因为我现在人在巴黎嘛，然后有人还没不知道的是，我们现在抽这个，我来巴黎时装周，然后我在我们家楼下买了这个法国的明信片跟一些小礼物，抽奖送给大家。你说说，快点，你要什么？啊，大家现在打字打太多了，我已经看不到了。琪琪，你要写啥？我随便写是吗？你要让我自由发挥是吧？那我就写琪琪好不好？你的 two 先写琪琪，然后一句话，你想一下一句话嘛。我觉得像刚刚他们，你有什么话想讲就讲。two， 琪琪，你是王字旁的。那你那个 Y A L 要写吗？算了，也写吧。纪念。感谢一下。对的，这个我也会讲一下。你想写啥啊，琪琪？来。我好凶，就是凶怎么样？你们要习惯我的风格，好不好？那个，这大家是互相了，习惯我的风格，我就凶。哎，琪琪，你要写什么？你还没想好啊？天天开心吗？哦，天天开心。好，你也要天天开心吗？非常好，最重要的啊！来，就天天开心。不管这个字怎么样啊，都是我的一片心意。我现在。
还在抽，三张抽完了，现在等会下一个就抽那个小奖品啊，来，这就是你的啦，好不好？好，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三位明信片得主了，好不好？分别是我们的，哎，大家都是叠字词，哎，家家婷婷琪琪，你们这些人，好不好？恭喜我们的婷婷、佳佳、琪琪，可以吗？你们三个叠字，叠字比较可爱，叠字很可爱，很可爱，非常可爱，好不好？非常可爱。你好怪怪。那我现在来抽这个吧，但这个就没办法签名了，这个真的就这个熊真签不了。我这个我在微信，因为我也想要送一个给我的亲姐姐，所以我就今天再去买一个，这个先送你们，好吧？那我们先抽哪一个呢？你们自己选。先抽哪一个？你们想要先看哪一个被抽掉？自己选一个。这都是粉色的。那这个就不签了吧？这个笔应该写不上去，因为我们这是眼线笔。熊是吗？熊先是吧？好，那我们就先搞熊。来，看到熊比较多，那我们现在就要抽这个熊了，各位，嗨起来，嗨起来！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熊。是我第一眼就看上，蛮可爱的。蛮可爱的，这熊好不好？有一个铁塔，我们的铁塔。哎，还有一个是玛卡。这个里面有玛卡，甜甜圈有玛卡。那我们接下来了，好不好？能不能多几个？我们这个东西也不能太多，你知道吗？这抽奖就没意思了。要是整个直播间都送一个吗？那我们就……哎，这个要打一下。我们这个打，我们剩下两个，我们打一下，好吧？我们打，谢谢铁花的，好不好？我们打一下。就是你现在是感谢，因为我们这次的看秀的赞助品牌，好不好？也是你们现在看到了，我们这次杂志也会拍很多他们的衣服。谢谢你的 Hardy。Yes, yes, 看一下我们的哒哒哒 555 已经做出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了，大家跟上好不好？谢谢花姐。我们打上品牌的名字呗。花姐是谁？这个我也不知道。不是谢谢花姐。谢谢 Ed Hardy， 谢谢 Ed Hardy， 不是花姐。花姐是什么梗？完了，我又 old fashion 了。对，谢谢 Ed Hardy 来了。对对对对对，就这个没错。来，我们先抽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熊是我们在巴黎一个非常非常酷的地方，也就是我现在住的楼下买的。可以呢。哇哇哇！这是什么？有蜜蜂飞着！你有怕？有什么好怕的、啊？我们有一个蜜蜂飞进来，它会咬你啊！它等下就飞走了，你不要怕。太好笑了！对，有一个蜜蜂飞进来吓到我。对不起，刚才离我太近了，我也吓到。我没想到我会在29楼看。飞走了，看到没？我没想到会在29楼看到蜜蜂。这次浪漫的巴黎啊！我要干嘛？我都忘记了。好了，走了走了。哦，我要拍照，对，我要拍照。来了，刷起来，刷起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奇怪，怎么又没拍到？对不起，我只要眼睛看着，我就有时候没按住。我先把手对好。好，再抽十、九、八、七。这个我看一下。哦，中奖的人是你，非常的幸运呢。我们来了，我们中奖的人是这个，大家看一下，是这个名字非常淡的这个人，他是底线图图 TT， 对，你已经快不见了，但你哇，
就是你，有吗？图图，下面很最近的是这个鱼城岛民族马邑，你差一点点，但是他用一己之力在非常虚的名字上面撑住了。恭喜图图，你抽到了这个熊。鱼城岛我们还有机会好不好，虽然你擦身而过，但是我们也恭喜我们的图图用一己之力努力的把他的名字浮现在上面。哎，是吗？恭喜图图，你要来，你要写，哦，我你不用写，这就是你的了，你不用写，你写不了，这就是你的，对，因为你没有明信片。你是这个好不好，希望你可以好好的保留，好吗？来，我可以拍个留个念，拍个照，没有那个明信片的，这是送你的，然后你自己在这边签上一个名 AJ Lai。OK， 恭喜你。恭喜我们的图图，好不好？下一个，下一个人，因为我们直播时间快不行了。我们快不行了，各位。来，接下来这个是，对，我们一样谢谢，谢谢的花影，一样谢谢，好不好？对，谢谢我们的花影。来放一下周末明星吧。好，谢谢你，谢谢。哎，我回来了，你刚刚说什么？没有，我刚刚跟你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平常真的超邋遢，可以三天没洗头那种。刷起来，刷起来。接下来这个抽的是这个水晶球。我不是抽五个吗？我跟你确认了五个。那你这个要怎么办？再抽。那这个对啊，对啊，有花礼杯，来吧，五个，好吧。对啊，对啊，所以我才刚刚跟你讲啊，没事啊，都抽嘛，大家开心，来刷起来，谢谢的花姨，好不好？我们倒数十秒钟。好，倒数十秒，十九，我先对好这个按钮啊，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我的天啊，这个，哇，这个中奖的我知道是谁，总感觉这个没有很适合他。嗯，我们看啊，嗯，是不是很适合？我先讲一下这个中奖的是佳佳，好吧，我们一个很可爱的弟弟佳佳，但感觉这个好像。这跟佳佳好像没有那么的搭，是的。他给他送给他妈妈。谢谢刘，谢谢。啊，对。我们恭喜佳佳。我没有办法想象佳佳拿这个东西。对，送妈妈。对，都是心意，好不好？感觉你应该给你搞一个帽子之类的。没事没事，我说你给妈妈好不好？来，一样拍个照。OK， 好不好？佳佳送女朋友，女朋友要我这个干嘛？没有抽到的人呢，我们也那个，没有抽到的我们也不要气馁，好不好？说不定我们还会有呢，对不对？
也许回去那个等一下，说不定我们回国之后呢，我们再抽也有可能。来，我们现在展示一下今天的五个礼品。哎，我今天全部都是叠字哎，我们今天抽的人全部都是叠字哎，大家知道中奖的秘诀了吗？你看我们今天中奖的是琪琪、佳佳、婷婷、佳佳、图图，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叠字哎，是你们的名字错了，各位，今天五个人都是叠字哎，我觉得这个是巴黎就很浪漫，就适合这种。你们全部都是叠字，我刚刚猛然一间才发现。你们这个叠字真的有点台词，你会觉得吗？叠字有点台词，也还好。就你好坏坏，所以大家各位，所以各位这个，知道了吧？好吧，我们的中奖秘诀就是给自己一个叠字小名。这很扯，五个人都是叠字哎，这是第一次哎，而且五个人哎，我觉得这还蛮，我们恭喜你们好不好？这有点太酷了。这个真的是太酷啦，真的是太酷啦，好不好？太酷了，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再聊一下呗。恭喜你们，好不好？这就是你们的，姐，这个给你吧，你这个感觉快干掉了，一直暴露在空气当中。还有这，对，有些很近啊，对。什么时候回国？我们几号回啊？22号到。到我们的上海时间是23号中午，我们到上海时间是23号中午，因为我们要飞比较久，我们还转机，对，我们还转机了，所以这个时间是比较那个。有人问说不懂就问，咋抽？我们抽奖很简单，我抽奖就是你们刷屏，然后我拍另外手机拍照，然后就谁中就谁，我们即时开奖，即时。下次还会再。对，还会。在另外一个。对。也是很漂亮。对，我们习惯直播的时候抽奖剩的东西。我现在这边手边没东西剩了，我现在手边有的只有香蕉了，带回去估计就已经烂掉了。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对，我们这个是绝对公平、公正、公开，有我们的那个什么巴黎15到16区公证出处现场裁判，好不好？刚刚连蜜蜂都进来，我们在29楼，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从窗户飞进一只蜜蜂，因为我们这边有一朵花，它刚刚直接飞过来闻这个花。下次直播可以再这样。对，我们这是你马上要去的地方。我们这是没有黑幕，绝对是现拍现看。好，我决定了。干嘛？来干嘛？我们是要去那个澳门吗？马上就去澳门。啊，对，我们要去澳门，马上去澳门。然后去澳门直播，然后我再抽吗？对，我在。准备一些澳门的特色。我们去澳门的，因为我回国之后马上，我想一下啊，几号？反正很快就要去澳门，对，也是要拍东西，然后我们可以在澳门再抽点东西，再买点东西。我们也比较随机一点，就随机一点，对啊。预告一下，你8月9日毕业快乐，毕业快乐。8月9日，对，我8月9日都有演出哦，就是在，其实地点可以直接讲了，大概反正在上海，一个在上海，一个是，好，一个对，一个是音乐节，然后一个是都是音乐节，两个都音乐节，对，一个在上海，然后一个还没官宣，对，所以8月9日可以看一下现场演出，好不好？去复习一下歌曲。周末就像 Minch 可以吗？哦，要听我跟 Oliver 的歌吗？我看一下 Oliver， 我们那个歌什么，来，我们那首歌叫做破门而入，我来放一下。我现在可能来放一下啊！破门而入，可以再播一点点时间，哎，蛮多。但是我破门而入，再播个半个小时吧。半个小时吗？对啊，我们还有点时间，再跟大家聊一下吧。好啊，好啊，我们再聊一下吧。抽奖已经占了，如果只要还有占的太多，说不定他们要
下次造型能不能搭配手套？戴手套好看。我哦，可以啊，可以啊。昨天不戴吗？破门而入。昨天看秀的时候就戴。哎呦，这个怎么还要登录啊？真的是。你们等我一下，我这首歌我现在要登录有。啊，我现在放不了，因为我的手机得扫这个音乐平台。那你去网易放一下。说唱没过啊？没事啊，没办法嘛，对吧？这个各有各的，我们也有很幸运过，对吧？再接再厉，好不好？这也希望大家可以知道，每个事情呢都会有不同的结果，做好自己。对不对？我们已经拿过算幸运了，对不对？我们要知足，但是要继续加油。巴黎有什么好玩的吗？加巴黎，哎，好的，对，一定要给 Oliver 加油一下，他现在应该还在比新歌唱。Oliver 加油！哦，不，他没考对，对的，哎，很不错，参加，对不起，我现在巴黎，但他走没有他，但是他走到很后面了，我知道，尸体，很棒 ，Shout out to my bro， 奥利弗，非常喜欢奥利弗。我有印尼粉丝吗？我有吗？有吗？我长得好像明星吗？我长得像哪个明星？你可以跟我讲。我看我长得像哪个明星？其实我喜欢听这句话。长得像周末明星，我只有周末，每个人周末都应该当明星，好不好？我巴黎有吃到好吃吗？我巴黎都吃，目前都是吃同样的东西。如果想要维持一下体态，我都吃鸡腿啊，然后萝卜啊什么的，然后全麦面包。拍完东西之后，我再大吃一顿。都在过马步，带你飞到月球上漫步。来亚马路 ，I don't give a fuck， 你的名字来历 ，Who you are？多变的风格，不断的蜕变，心中的总会牵上的飞燕。我看见爱，一生受着危险，你梦想中的梦被我亲手兑现。I'm trying hard on my bars, telling true。而你在担心人生里不立得住，你心绪唱着 Gang Gang VVS Cars。却说自己的 real 装着 rap star。 你们那边现在几点了？应该是八点半。我们刚才在播，现在也差不多要下播了。想听重水什么？那你们巴黎美女有没有为你回头？我怎么知道有没有为我回头？但是我去看秀的时候，就是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然后他们有说一个聊，我们就聊天，他有说就是普遍现在就是巴黎这边啊，像欧洲这边，他们对亚洲人的面孔越来越有一个概念了，就是因为 K-pop 的关系，对，就是亚洲人的面孔对他们来讲不会那么陌生，他们也能分辨他们觉得什么样是他们喜欢的亚洲面孔，所以 Asian。好，来放一下重声，好不好？我刚刚听到诉求了。We don't do that， 这么久。We don't do that， 我现在这个电脑里面没有 We don't do that 的伴奏。哇，从 Bring it back 送给你们。拜拜，我看人要去吃晚饭了，好不好？恭喜啊，好吧，你们该去吃晚饭的也就去吃啊，干嘛干嘛？我们再播一下也差不多结束了。
要饿到了各位。好，几分甜水乳可以啊，我等会放一下唱歌一下。巴厘岛，我没有在巴厘岛。可以啊，我们每一次都会抽签啊，对啊。我感觉卡了，大家现在怎么感觉？我看不到大家讲话，还是大家是没说话？还是我刚一讲说大家可以去吃饭，所有人就去吃饭。新歌贵族，我最近发了三首新歌，但是还不算发，就是怎么讲？因为某些原因呢，现在就是先挂着，后面还会有一个整体的宣发。你教你歌吧。对啊，会啊。vlog 素材在干嘛？有在拍啊，拍了好多。在安静听歌。哇，我们这边，对，你们那边应该蛮累的，都八点多。我们现在这边就是艳阳高照，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非常的亮，我补了一盏灯。巡演吗？先是音乐节吧，你们先可以音乐节可以见一下，八月跟九月。命令我马上发出来，不用剪，但很乱嘞、欸，一点。乐园吧，算乐园。八月有一个音乐节在乐园，大家到时候可以来一下，可以边玩什么，也会有一些互动，现场也会有一些特别的小互动，真的可以来玩一下。就在地点可以讲，其实就在上海，我都讲出来了。我说上海，对，上海，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来玩一下，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拍一下，好不好？八月。其实还有一段时间的，现在才六月底。对啊，对啊。迪士尼，不是迪士尼，不是迪士尼啊。哦，讲到迪士尼，我真的去了。我这个，我今年好像去三次了吧。应该不是讲今年，应该说这半年内还抽吗？我们东西已经抽完了，我们的琪琪、佳佳、婷婷、水晶球，还有这个熊，我们都抽完了。来杭州哎、欸，杭州会有吗？会有。杭州哦，杭州会，会去杭州，有去杭州。还没有，他说把外号抽了，不是脱了，别看错了。我是 OK 啊，但是这个这不是我做主啊，你知道吗？我是很这个我很 OK， 这不是我做主。这个是，这要看。看错了。这要看那个。对。如果他们 OK 的话，我是很乐意的，全部捐掉。不是他不是抽，我不是说，我也不。那你可以抽呀。啊、我们再看一下，反正我们在澳门还会再抽东西嘛。我们今天对不对？先交给这五位叠字战士。打工人只有周末。我现在其实。我在旁边想啊，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现在其实没有那么热。它里面就是一件短袖，长沙啊，我好喜欢长沙，吃那个臭豆腐。应该说我去长沙，在长沙待很长一段时间过，吃那个。什么时候去澳门？我们什么时候去澳门？其实就是下礼拜，其实就下礼拜就去了。我们回上海之后没一两天就要再出发了。很快就要去澳门，对啊，哇，你还在回家路上？那你在路上看路啊？你要那个直播随性就好，看路重要啊。好像没讲话，福建吗？哎，我好像没去过福建，我没去过。
哦，里面哦，里面他们算在那个，我没有到，我们算里面对，但是他说的地方，你那里算哪里？不确定，好大。厦门对，厦门就是福建的，但是不确定你那样。厦门上聚超久，对啊，聚九天。好想要给坠入找一个很有个性、很漂亮的女主角，然后拍一个那种很迷幻的 MV。毕业吗？放最近的新歌就是这些歌吗？几分甜、哦、我现在放不了几分甜。刚刚突然想到有人说要放几分甜的，我这个电脑里面没有几分甜。最近的演出会在八月，会在八月、哦。可以用他这个手机放，我突然想起来了。几分，让我打一下啊，分甜啊 ，shoot， 几分？我看他要打几分点，就我按到几分之几，有一首歌叫几分之几，两场都是音乐节，对。来，放下几分甜。哇，这个网络放的实在是进修班 POS 吗？没有，你们提供我一些 POS 啊。假发套吗？什么意思？什么叫假发套吗？什么意思啊？听不懂。哇，这个网络好 lag。找朋友个性都要拍 MV， 想看吗？提供我几个人选，快点！我想找那种就是，可能。有一些那种懂吗，就有点很坏的那种，可能也许有一点纹身呀，或者说有一点脸上一些钉的那种，然后就是很性感，然后两个人就是激情拍那种。哇，这个网络真的上不了，就放不了。我电脑没有这首，电脑它登不进网了。哇，好卡好卡好卡，非常卡，太大声，算了，不卡。几分前面几分卡了，不放了不放了不放了 bro 啊，可以可以，我这个电脑里面有 black and white 的专辑，算了，我放我那首歌叫什么，叫 bad love， 放 bad love 啊。Bad love, bad love. 我自己唱吗？让我失了控，想了解你的一切，想着了吗？我的心情空，我不能错过你，就是你。啊，换这个，下一首歌来了。下一张专辑吗？哇，我好几个歌，现在好像单曲形式发了一些嘛，然后还有 EP 嘛，还没有完全，最近比较猛，还没有完全想到专辑。
今天的妆照是自己画的，我自己画的、啊、都是我自己搞的，还可以吗？我自己弄的、啊、今天是自己搞的。小声点吗？太大声了是吗？哦，马上佳佳要初三了是吧？好不好？加油哦！蜡笔小新，我也觉得我今天眉毛好像刚刚有点失误了，大家处理一下。看来我自己还是不太行，还是要专业的。然后有什么镜头也好像长得有点不太一样，说不上来的怪。来，我这边手边有眉笔嘛，来来来，怎么搞一下嘛？什么时候想看我请人上去唱歌环节？你准备好吗？要唱歌是吗？会啊，我们应该是没有意外的话，可能会准会一会会会办一场 live house， 会，但是还要策划一下，但是是有这个计划，一场会先办一场。所以我跟 MV 姐才有聊到这件事情。我们现在的歌单还蛮多的，其实到时候还应该搞不好还会再发的别的东西的话。选一个大家都可以来的时间，搞点现场活动啊，然后你们现在看我卡吗？我感觉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有没有卡。哇哇哇！我的手机现在20个电。我感觉有点卡，就你们的字会突然不动，然后突然蹦跳出来。再来放一下我的 Dreadlock。如空气填满思念的声音，每一个呼吸都会让人分心。就调整一下头发，对不对？没睡好还是咋的？我其实今天睡得有点少，因为我今天我原本想要用微博设定发文，但是它上面选的时间让我不确定那个时间会不会是对的，我一时间也太累了，我想说那我就设个闹钟，我起来把文给发了嘛。所以其实我只睡了5个小时我就起来了，然后你也知道那个睡眠中断之后再补眠还是会有一点点累。对，感觉我今天眼睛还比较红一点。跟奶茶还有联系吗？有啊有啊有啊，我跟他上联系什么时候来的？我想一下，一个月前吧，忘了。聊到关于我问了他一些事情。对。你们最近有看什么剧吗？我最近有看了一点点那个，那叫什么《玫瑰的故事》。
墨雨人间吗？好多人看这个，我也还没看，让我找时间也看一下。我看玫瑰故事好像有些人都会看到气死了，就是第二段感情的时候，快乐老友之间。什么时候搞几场妆照，做个媚系美人？媚系美人是什么意思啊？墨雨云间是吧？看来大家好像已经 做出选择了。刘星推荐一下，翻拍小说是吗？哦，看什么综艺？看什么综艺？乘风吗？乘风我也有看一点。庆余年，哦，庆余年，我上次听丽姐也在讲说她有在看。歌手嘛，歌手我有看，我每一次都直接看 reaction， 就是有一个歌唱老师，英国的歌唱老师的 reaction， 我直接看，就是博主自己的衍生节目。重底吧，特别好看。说唱我都是直接看片段表演，我就没有去看，就直接看作品，我没有看剧情，所以我没看，我只有看一些人 PO 他们的舞台啊什么的。感觉怎么样啊？你们觉得？拜拜拜拜，我们也差不多播个十分钟之内，九分钟我们就要下播了，拜拜拜拜。名侦探学院，唱日语歌，我真不行，日语歌我真不会，我一定唱得很难听，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咱们能不能就唱我会的语言？泰语歌吗？你教我几句啊，来。万妮达的好、啊，我也很喜欢万妮达，她的舞台啊、歌跟个性都好好好。萨瓦迪卡，今天叫什么？万妮达。哦，不会啊，真的，你们要教我怎么念？亚当，对，我有看，好厉害啊，唱高音像拿筷子一样，像中国人拿筷子一样。是啊，像中国人拿筷子一样。最近有发，但是我们没有宣发，因为我们还在谈一些事情，然后等到我其他的歌在 Shapka 所有的平台上线之后才开始宣发。所以你看我们都没有宣发，对，因为我们还在做调整跟平台沟通。
你们那边现在已经几点了？三点加六，九点了，对吧？九点了。拜拜拜拜。我觉得因为有时差的关系，你们应该那边也很晚了，就早点去休息吧。我现在其实我也要准备下播了，差不多。其实我们差不多，要不我们直接差不多下播，因为我们的确也要出去拍东西。对，我们的确是多留了一下。对，我们差不多要去拍东西，因为我们也想要抢一点光。现在其实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是今天刚刚还蛮亮的，现在还蛮阴影，现在又有点阴阴的。这样。什么人赶我出去呢？那我偏不走。拜拜。主要怕你们累啊，对啊，看好怕你们累，那我们的确也是要出去拍东西。对啊，因为我，好不好？大家拜拜。今天不看秀，我们秀都看完。我们今天是要去拍一些物料，然后。对，然后后面就要拍杂志的那个内容。拜拜，早点睡觉，各位。现在睡觉。好的，多发哥，那必须的。会说上海话吗？我会。能欠别了吗？下弄。拜拜。好，那我就那个关机了，好不好？拜拜。拜拜。晚安，各位。